그럴 때 무슨 일 없나? 새로 초밥 찍어 오래. 새로 초밥 가리 찍어야 되나? 당보? 난 그 남이 도보 조모. 도보 조모 참아? 야구 차나? 싸. 근데 약합래 야구 차나? 뼈를 태우니 약합면 어, 약합도 야구 차고, 싸는 새로 초밥을 그래. 하고 선심이 되지. 那这样修持呢，也同样来讲呢，你一定呢要先产生一个这个感觉啊，也就是呢，第一个呢，我要先。 啊，让来讲呢，我的这个家里的人来讲呢，啊，都能够得到呢这个快乐啊，得到这个安乐啊来讲哦、啊。然后再进一步来讲呢，啊，希望呢我的整个这个国家啊，比如说呢像我的这个啊整个台湾来讲呢，我都希望来讲他们能够得到快乐，得到安乐来讲，内心自己啊，不是啊先不管别人，说你自己来讲，确切来讲，一定呢要产生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一个觉受。哎，对。 你嘛哦，咱们人的问题也不差过嘞，咱们人讲的东西有呢哦，这也不么多，咱们人他妈也不差过，咱们什么来不嘞？另外那两个人，然后呢，你要慢慢的来讲，产生着就是愿所知道这个整个世界上来讲呢，都能够得到快乐啊，得到安乐。假使说呢，这个众生啊，这个世界上来讲产生的这个痛苦来讲呢，内心来讲呢啊，于为此来讲就感到的这个不忍来讲哦，那呢。 自己内心来讲呢，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觉受啊，产生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一个程度，啊，人们切磋来讲，这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这里被查到了，那说查得住，忙不了的，讲起什么说查忙不，查嘛个东西就下口了，哦，那查嘛东西嘞是，别人是啥，台湾的啥呢，查嘛，你看罗有了，你看罗嘞，哦，几波嘞是，可是几波嘞算不有嘞。 말이내가지고말이지고지는내가직접말이내를지고요참아동일이다동일이오리가라고빼샤고그리더니뭐나쇠나다카모요리지음참아동일이동일이참아하고그러나음나再进一步来说呢，比方说呢，我们啊看到来讲整个这个大海里面，大海里面来讲有各式各样的这些的啊这个众生这种的这个动物。 来讲呢，那全部来讲也都是呢，活在了这个啊痛苦当中。那呢啊，怎么例子来说呢？好比说台湾好了，啊台湾来讲的话呢，大家呢都要这个啊这个工作。那当然学员讲说，那有工作很好啊，哦来讲。可是仔细想想来讲的话呢，大家这样的辛苦工作来讲，事实上来讲也是啊离不开这个啊痛苦的。为什么呢？也就是呢日日夜夜来讲呢啊，为了吃，为了所谓的吃穿啊，为了这个生活。 不断的艰辛啊，这个困难付出来讲，到最后来讲，这个不免无常。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有啊要历经各式各样的这种的辛苦啊，跟这个辛酸，这其实也是一种这个痛苦。所以说呢，我们啊经由这样的观察来讲，可以知道来讲，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众生来讲，都呢这个。 活在了这个痛苦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啊可以就借由这样的思维呢，来升起我们内心的这个慈心跟悲心。嗯，等于他东西是他妈说个做的，东西是他妈的，牛毛被勒杀，地勒这个大病呢，东西是做不了的，那牛毛把给他妈给勒杀了，他做不起来，你做不了，什么就把勒，他做不起来，那个什么就把勒的。 这个牛毛把卡里，他说说我写当就不用问题，哦，牛毛把你，牛毛把你给的呢，这三个人呢，我呢，你计划咱们的写当给伢娃来接，生下个伢娃来接，牛毛把农民个产物牛毛把的来，哈过来的。同样呢，思维要去思，就是思维说呢，这个痛苦是啊怎么来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就是来讲。
因为呢心起的烦恼去这个造业才产生的这个痛苦。哦，举个例子来说来讲啊，这个有许多的这个众生来讲，他们堕入到了这个畜生道啊，成为了这个畜生。那事实上畜生来说呢，他也有心，所以在心上面来说呢，畜生跟人来讲的心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就是因为心都是一样，可是他用他的心去造了这个愚痴的业，所以说来讲呢，他的身体，他的外形来讲，就成为了这个所谓的畜生，感受到了这个畜生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呢人也都是一样，众生都是一样。比方说我们都有这个嗔恨心，所以说呢，这个心都是一样的，我们却呢用这个心来讲，让呢起嗔恨心，用嗔恨心呢去造业，于是来讲呢就堕入到各式各样痛苦的境界当中。比方说堕入到了这个地狱道，或者是他来讲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心呢，珍贵的心法呢，去造下了这个吝啬的业，然后呢堕入到了像这个恶鬼道当中所以痛苦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你如果把这哈古那咋咋三天之间呢？三天之间哦，三天就咋全部的，比如说说神经的计划了呢，没几个骨头了呢。你哦，你怕你妈的说养骨头行动有的，三天的几天你莫把它就行动不有了吧？哈古说啊，三天的几天你莫变成两个不长穷麻的说罢了，三天有呢，你骨头扭打伤了，骨头哪个没了？你三界的如八有嘞，三界的生那有嘛嘞，三界的有地七宝嘞是，那所以说呢，我们呢，若是呢知道这样的道理，我们来修持呢这个慈悲心的话呢，那这个慈悲心的功德呢，就是跟力量来讲，就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慈悲心能怎么样呢？我们讲的慈心跟悲心来讲，它就能够消除我们的这个烦恼。那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呢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家里的这种的妻小配偶小来讲然后呢他们本来来讲的是对你来讲产生许多的这些的所谓的冲突跟挫折，但是因为你知道说这个修持慈悲心来讲，慈悲心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呢无论如何来讲呢，不管他们对我怎么样来讲，这个慈悲心的这个原则我一定要做个抓住。所以说呢来讲，他们不管跟你说了什么样难听的话，对你做什么样的这个态度来讲，那都不会的这个影响到你这就是慈悲心来讲呢它这个好处跟功能。所以说呢慈悲心来讲，你将在修来讲的话来讲，慈悲心什么呢？慈悲心它自然而然来讲呢，它就包含了忍辱在里面。所以慈悲心来讲呢，它没有烦恼它没有这个痛苦所以这由这个慈悲心的修持呢，我们就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这个优点跟这个功德。所以说来讲呢，这个我们要体认到来讲慈悲心的这个重要，然后呢去这个保持它。跟你上足成功呢，我歇松了。咖喱用的人那三重层可能系统那三年就是我的一堆用的今年这里这啥东西的三重层不是系统三年就是我的工作的你总家冲着我你上面的结果或者学习没有的你就是我的三重层没光的咖喱用的三重层没光的大地用的肉没有就外面他多少人都看了起来，也就是讲，农业工业有当地的用的，你我说不那么的工业嘛，我吹个有的，当地的用的，这人就做有的，他上朝前，我那啥人就做有的去，他那啥干的，我他啥就比如嘛的，我把没，他干啥工作都是，他啥都做的，他把啥子前面经营做过了，就当就啥工子。那如果问到说呢那我这样子呢去修持慈悲心，我保持慈悲心来讲，如果就这样死去的话呢，那我有什么好处呢那呢你如果说呢能够保持呢这个慈心跟悲心，假使你这样子无常命中死去的话来讲的话，
那你就自然而然来讲，就会离开了这个所谓的烦恼，也就离开了这个痛苦的这个世间，那你就能自然而然能够成为这个本尊诸佛进入到这个净土。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一切的这些的诸佛本尊来讲，它的本质来讲呢，就是这个慈悲心。因此来讲，那你当然你内心呢完完全的还这个保持的这个慈悲心，即使说你的身体没有了，但是你的心因为保持慈悲心的缘故，你的整个心转化成为慈悲心，那你就成为这个诸佛，你就就是离开了所有的烦恼跟痛苦，就是成佛了那也同样的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反过来讲，你如果不修呢这个慈悲心，你不保持慈悲心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缺点呢？那就是因为你呢，你的心来讲呢，还是呢包在这个我执里面还呢就顾着这个我执。于是来讲，你在如果说你是抱持着我执而死去的话呢，那你将呢在你的来世来讲呢，就随着你的这个业，然后呢同生到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所谓的六道的这个境界当中。那不管说你有形体跟没有这个形体来讲，由于你的心来讲都是我执的这个缘故来讲，那就恒常处于这个烦恼跟这个痛苦当中。像许多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就是这个抱持着这个我执的心死了。那虽然死了以后来讲，他身体没有形体，可是他变成鬼了来讲，或变成了这个其他到受苦的这个众生。所以像这样子来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心不去保持这个慈悲心，不修呢这个慈悲心菩提心来讲的这个缺点。然而呢，如果说你保持这个慈心跟悲心，假使你命中死去的话来讲的话呢，那一样来讲能够呢获得上面所讲的这些利益。哎，那原定是不是那就可以去那么多行了哦，那就上周前那把你哈过来这里上周前那把你们上就都有上周前那把你可以的当我长满的屁股上年纪起步的有一点年纪起步的呢就是啥了这大地大地你有没有去当他们上周前的你你有没有身体关系不哈过来别那么多啥一起把他们去啥一起把他们不能身体关系哪怕这个人那个哦啥一起把他们身体关系也是哈过来了啥一起把他的当他们上周前的你没啊没的没的还不错啊。那呢像呢本尊的这个通常来讲，我们都修持本尊修持诸佛本尊来讲，那我们要知道诸佛的本尊的功德是什么。修持本尊的这个功德呢，所谓的本尊的功德呢，就是我们讲的具备呢二种的这个菩提心那呢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圣义地菩提心跟世俗地菩提心。那这不管是哪一种菩提心的，一开始来讲呢，它都是来讲就要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也就是心要想的利益一切众生。那由于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呢，它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个慈心跟悲心。那一个人来讲呢，能够呢内心完完全全的具备的慈心跟悲心的话，它就是呢这个没有执着的这个没有执着的这个状态。那所以说呢，他一个人来讲，他的内心能够呢，这个没有执着来讲，那呢他就能够呢消除的这些的烦恼来讲呢，然后具备呢诸佛的这个功德。所以说我们讲的本尊是什么？本尊来讲呢，它的本质来讲呢，其实呢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慈悲心无执的这个心，这就是所谓的本尊。本尊就是这个而已。那三界的时候，底下可能看的上界呢，东南的三界，东南的三界看的呢，大家被人家欺负起，人家欺负起了，你哪吒完了，你还差着？甚至他们就是苹果上面落的阶梯呢，你搞的钱都差到哪？你说这些人哪块哪里差的哟？哦，这哪块哪块你有没有？哦，他哪里你们都给没差嘛个钱的。后来个钱到上街，钱几把的，钱不钱可能难看，那就也是哈过呢。你上街的，你别人叫这种乔龙、乔龙学生呢，你叫这吃的几把钱了是吧？啊，我说叫这吃的几把钱了呢，上街的人没办着，没办着个嘛，叫做有了吧？
他一张桌子，我有了电话，那块人吃饭吧，过咱们人吃的忙不了了。哦，上级有了，上级的钱多，忙的多，到钱少的。哦，有那生意有嘛？生意来的人有嘛？生意没把握了，这啥他妈什么就把吃过的，对对了，年纪轻薄了，到你的年纪，这啥的是不啦？对对，到轻薄了，这就说。那没家给，那这个说话的，那家里就弄过来，你妈那也差不多的。这里啥的，五年有的，可能再晚有的，就他说，这里那这个工的，那家工的，就把这些还搞了。所以呢，我们讲的啊，这些的诸佛菩萨的本尊的这个本质呢，啊，是如上所说的。那我们讲到，所以成佛也是一样，是什么呢？成佛来讲，还是呢不离菩提心的。成佛是什么？成佛来讲呢，就是在这个圣义地菩提心的这个状态中来讲成佛啊。成佛呢是指的这个样子。那成佛在我们讲的，在这个圣义地的菩提心当中成佛来讲是像什么呢？就像呢证悟到呢这个虚空的这个境界啊。那就像我们看的虚空什么？虚空没有第二个虚空吧？来讲只有一个这个虚空而已，所以说呢，在这样状态当中来讲呢啊，就没有分所谓的我的心跟的这个你的心来讲，这个心来讲呢啊，都是这个平等一如的。所以说来讲有人问说来讲啊，这个当我们的这个心来讲成佛以后来讲，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不啊，我们的心成佛以后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刚刚所讲的这个冰块的例子一样，或雪山的冰一样啊、哦，这个冰融化以后呢，就这个变成水，所以来讲不是不见的。所以说呢，这个就像呢雪山的这些的水啊、哦、来讲，然后呢它融化以后呢，就流入了这个大海。那么这个大海的这个水来讲，由于比方说呢，它还能够转化成为呢像这个云啊、这个下雨来这个第一道啊，所以的这个润泽到所有的这个天下万物啊，就像这个例子一样。因此来讲呢，这个我们讲的心是什么？心就像这个样子。此外来讲呢，我们心又可以称它叫做所谓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智慧尊啊。那智慧尊来讲的话呢，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们在一般的仪轨说道来讲，你去这个修持它、祈祷它来讲的话呢，它能够呢赐给你这个成就啊。那一般来说来讲，就是我们讲的你这个，比方你修持一尊本尊的话来讲呢，那我们讲一百个本尊，也就是说所有的本尊来讲，都会赐给你加持啊。那这为什么呢？也就是呢，这个本尊来讲呢，它的本质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心性，原始的这个心性。那修持一尊来讲，你就能够获得来讲的所有本尊的这个加持。原因呢，也同样呢，就是在这里。你啥工作人帮忙不用那样，那他啥工资接人不用忙不了的，那他还讲工资啥轻松嘛，啥等下啥八了的，这你没怎么什么钱了呢？是不是啥的钱呢？你赔不了的，你那他赔呢？没这个八米大块，八米八了高有，干不行，八米比什么钱的呢？你要八米的那个石油，啥石油呢？你啥你石头的要八米的什么石头呢？你那个身体就是肉肉的，身体就用不着。那个身体嘛，就身体就吃饱了啊，就吃饱了嘛的。我说大人在这边喝完茶没？那几个那不的，身体没那么肉的。哦，你那几个俺有嘛的，俺几个啥有嘛的？第三个，那的嘴巴就在我说多这个有的。我说嘴巴还讲重重的，那的样子都那个嘴巴多不？你嘴巴吃不茶我有的，三年就吃不茶我了。你给哪个老板钱的？哪个说啊？此外呢，像呢，有关本尊的这个观修来说来讲就是呢，一般来说呢，观修本尊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升起次第。那升起次第来讲，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但是呢，最简单来说来讲呢，就是比方说这一个小小的这个我们讲的法照，一个图照片好了佛像来发。你能够呢把它呢这个就是内心里面呢观想的这个很清楚来说呢，那对我们来说来讲就能够这个很有利益就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自己，我们这还现在还是凡夫哦。那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慈悲慈心跟悲心来讲，还是非常的小啊，会非常的这个微弱的。那呢，借由呢，比方说这个一个，比如说你喜欢一个阿弥陀佛的一个小小的法照哦，那你呢就不断的是去啊这个观想它、观修它来讲。那借由呢这个法照的观修跟修持来讲的话呢，逐渐来讲不断的观修，你的心呢就自然而然呢跟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啊这个结合，也就是呢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心就是你的心。那再举个例子来说呢，就像我们的心来讲，就像是这个镜子一样。当你呢观修呢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来讲，你的心里面呢所显现出来的就是呢这个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来讲，它本身来讲呢，它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也是呢不可思议无量的这个慈心跟悲心。所以当你的这个心来讲呢，啊，借由这样子的观修观想，那观想阿弥陀佛的时候来讲，你的这个像明镜一样的这个心呢，就不断的纳受到诸佛的无量的这个慈心跟悲心跟加持啊，那自然来讲，你内心本具的这个慈心跟悲心来讲，也会不断的这个开展。那等到比方说啊，有这个，比方说这个时间一到来讲，你这个即将死亡啊，你要这个命中的时候，由于你的心里面来讲呢，完完全全的啊，只是呢这个意念观修这个阿弥陀佛。那你的心，因为这个时候来讲，一样来讲，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的心，你的心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那你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啊，这个命中啊死亡的话来讲，那你就自然而然来讲呢，能够进入到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境界当中，而获得这个解脱。所以来讲呢，也可以讲呢，就是观修本尊来讲，事实上来讲，也是不离自心，也是呢不离这个慈心与悲心的。开始一点，我刚他前面下课不多，他可能平常买一双我买的，这个那个肉前面下了，他那个前面干的，那个身体上这里，他们什么的呢？没刚一进的呢通了，哦，这个这娃下课，这娃是哦，他那个身体脱了的。那什么小娃子，这娃小娃子，这娃小娃子呀！啥不的，一年年纪大了，你来成功的头哦，那是那得来的。俺他妈年纪小了，要么的，但俺年纪轻嘛，没这个路，这啥个成功的是，还不成啊？哦，这那什么小偷工么的，可惜了，那什么小偷工么都马上了，那个成功上年纪小了，这上五年这样了，要来的。那有许多人呢，来这个问我，来讲，说来讲，哦，我在呢这个观修本尊的时候来讲呢，我这观想不出来，哦，那也就是呢，觉得说呢，好，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来讲呢，好像显现不出来呢这个本尊的这个形象，那该怎么办呢？哦，那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观修本尊来讲呢，有两个这个，可以说有两个意义，有两个层次，一个来讲就是观修本尊的这个形体。一个是来讲观修本尊的啊，它的这个所谓的本质啊，这两种。那呢，所以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来讲本尊，不管是任何的本尊，你修任何的诸佛菩萨本尊来讲，是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来讲呢，就是呢这个啊慈心与悲心啊。所以说呢，我们啊有许多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呢遇到了这个，比方说遇到了这些的挫折或者是这个障碍的时候来讲的话呢，他就想说呢，我来这个观修本尊。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如果说问说他在这个时候来讲，心里面如果说真的本尊想不起来讲，这个时候呢，能想到是本尊的形体，还是想到这个本尊的本质，就是慈悲，哪个比较重要呢？那事实上来说呢，是在这个时候来讲，你能够在内心里面显现，能够意念起来讲这个本尊的他的慈心跟悲心，这个比观修这个本尊的形体来讲是更加的这个重要的啊。所以呢，不要去就是说想到说我这个我本尊观想不清楚啊，观想不出来怎么办啊？我们应该着重的是来讲，你能不能来讲呢，在内心的里面显现的是这个本尊的对你来说的那一种所谓的慈心跟悲心的那个层面。嗯，这里头大，一当个啥工作，啥出成功的，一当个啥工作，你送我的，你查嘛个这里，
一道个啥子啥手前面这把干的嘞，一道个啥子肉嘞，啥子肉嘞，啥子身体上手前上身节嘞，这底下过来，你干嘛身体没做假？你他妈的上我要我当，你这都没做假子。所以呢，接下来来讲呢，就是呢，我们呢，也就是以三分钟的时间来讲啊，我们呢稍微的这个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来讲，然后呢，我们就像刚刚所讲的，我们来思维一下来讲，所谓的本尊跟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关系，也就是像刚刚所讲到的，本尊来讲呢，有包含两个层次来讲，一个呢就是本尊的形象，它的形体，那本尊来讲，还有它的这个内在，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心，跟这个慈悲心。所以说呢，这个本尊来讲，不管它的形体是怎么样来讲，它的本质呢是不会离开慈心、悲心与这个菩提心的。所以呢，这个菩提心跟这个慈悲心才是真正本尊的这个本质。那呢，我们在这样子的了解跟思维当中呢，那我们稍微来就是休息静坐呢这个两三分钟。嗯，老大，这啥叫进步工作呢？我的医生，老说什么我结合了，其实嘛我的干的呢，当过上学成一届，一平落一届嘛错呢，多半你还可能年纪嘛近啊。当地是通过买的，他不上学成功过来的，这里得做过来。推的就干，推的。那呢，我们讲到呢，所谓的这个五支大手印啊，当然有人就中文有的翻译成我所谓大手印五支哦，那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五支大手印会比较对哦。所以五支大手印来讲是哪五个呢？那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观修菩提心。那为什么要这个观修呢？这个菩提心呢，也就是如果说呢，这个不先具备这个菩提心来观修大手印空性的话呢？那是无法呢去所谓的去融化掉去消除掉呢我们的这个我执。所以说呢，必须来讲，像先修持具备像慈心、悲心、菩提心的这些的部分。嗯，因为大家说参加娱乐，你嘛，看的呢，宋金金咱们这忙活的，人家都把他们接过来，娱乐个啥，那么节目，你嘛，共产党没下弄。你感觉个他们谈钱谈钱，人把钱搞的，男人得搞的，男人说说他伤心伤啊什么什么，说他能伤心伤啊伤啊什么，男人不算是吧？说他伤心伤啊什么，这搞的，说他那雷军的家将心，哦，雷军的嘛心啊，你当地的牛毛啊，伢娃子罗了都刚硬吃个都，上说他个雷军的哈狗有的，雷军的哈狗就哦。你我不知道啊，当地人吃的，他这个三明治工作是还好用的。你三明治既然在当地没办法呢，你曾经他们就创建一部好过，你就你上啊，打啥工具？哦，你吃的是吧？还好说啊。因此呢，像现在呢，不管说是这个哪一个所谓的这个叫这个传承，比方说呢，宁玛然后呢。嘎举、萨迦、格鲁来讲，都一样来讲呢，在这个许多的法来讲的话呢，外相有差别。事实上，在他的这个道修所修持的道来讲，大致上都是相同的。比方呢，较为有名的，像比方说宁玛派讲道次第有名的，这个叫普贤上师言教；或者像格鲁派的讲解道次第有名的，就是这个道次第论等等。那其他呢，所谓的萨迦、嘎举也都有这些的这个论点。主要来说来讲呢，它的这个道是什么呢？也可以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别解多戒、菩提心戒，还有呢这个密圣戒，也就是外层次的这个别解脱然后呢内层次的这个菩提心，以及密层次的我们讲的这个密圣的这个道路。那呢别解脱是什么呢？别解脱来讲呢，就是一本就是呢要知道呢这个因果业报的道理那呢。
这样说来讲，这个我们凡圣来讲造下的这个恶业来讲，那就必须呢到比方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等这些恶道呢去感受到这些苦报。然而呢，这些苦从何而来？就是呢，它的就是从这个我执而来啊。所以痛苦的本质来讲呢，就是这个我执。那要怎么样消除我执呢？那呢，同样来讲呢，就像刚刚所讲的，要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慈心悲心开始。所以仁波切刚刚一直强调来讲，就是呢有慈悲就没有我执啊。这个那这个有了这个慈心悲心来讲的话呢，那就能够升起这个菩提心，然后呢来讲，然后呢就到了菩提心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内层次的这个菩提心界。然后呢，再进一步来讲呢，就依着这个菩提心呢，来修持呢这个密圣的这个教法，来观修本尊来观修这个菩提心作为本质的这个本尊。所以呢，在这个道座上来说来讲呢，不管哪一个传承、哪一个教派来讲，它的这个大致上所走的这个重点道路呢，都是这样子的。等于老公觉得。老公就在那里，东大西国的，等于吧，我就等于是，我就等于看不到人家外有是吧？所以就等于看不到人家外有的，这个是绿的这块的，绿的人家外有的，这里南山的人牛毛吧外有的，这边热巴青毛有的，所以人家外的南牛毛外的热巴青毛有的，变了的木沙滩热巴。就恰当这个这个牛毛啊，如果啊然后让我牛毛啊恰当来的。那在呢讲到呢这个像这个本尊观修，像比方的五字大手印来讲呢就是呢它的第二个来讲就是部分来讲，主要呢就是这个本尊那呢主要来讲本尊观修就是它的，我们要知道本尊观修的意义是什么主要来讲呢就是提到了这个升起。那升起次第指的就是呢，这个内外的这个我们内在跟外在的关系来讲，它是非常的这个迫切跟紧密的。也就是呢，外在来讲有这个五大地水火风空那呢外在的五大来讲，跟我们的就是看似外在的五大，事实上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都我们的身体也是五大呢所构成的。那呢，所以外在的五大来讲呢，跟我们内在的这个心也有很多关，也有很有关联。然而我们现在是在凡夫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心来讲就具有呢我们讲的这个五种烦恼。那五种烦恼当中，这五种烦恼也跟呢这个五大来讲也有密切的关系。比方说来讲，像我们的这个这个贪欲五烦恼中的贪欲来讲呢，跟这个水大等等很有关系。所以呢，五种烦恼跟五大来讲的话呢，它都有对应的这些的密切的关系。等于那女梦啊的，十六的女王啊，男生的女梦啊呢，这当地等这种呢，多少都差不多的。这金平的路等这种呢，你的一心啊，大哥心康他们就差不多的。生命一的生命一的就把它变成吃脏了的人你知道我妈就弄了家里就通常有的呀做不到的人就你上周能够吃了你就能够把吃了上周能够吃的是这个东西嘛了你就能够把吃了对不对你当不上周成就了你我妈都把那些你这里你刚投入什么辣门你他不想看上去查没多少一个嘞，也查多少嘞。底下讲这个中上桥村的没了，他不上阿罗街找阿里有嘛嘞？上桥村我听到啥的，跟了啥的，听了啥的，我是查多嘞。啥情况他们去上桥村会查多嘞？罗尔路他妈当地的，有么把个查多嘞？底下我下过了，这用电话没办事，我都用电话。所以说呢，外在的这个五大来讲的话呢，那就看你用什么方式去跟它结合了。比方说来讲，如果说呢，你是心的就是心的本体都是一样的。然而呢，如果你是用你的心升起了这个
我们讲的烦恼五种烦恼，然后呢跟外在五大结的话呢，那就来讲自然展现为呢这个所谓的六道的这个轮回世间哦。那如果说来讲，你是由你的心来讲升起呢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你的这个菩提心来讲呢跟这个外在的五大结的合的话来讲呢，一切来讲呢就展现为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净土诸佛本尊的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呢前面来讲呢有一杯水一杯水来讲，那这水呢如果你加入了这个牛奶好喝的牛奶讲的话呢，那你这个就变成茶，你喝了来讲呢对你身体也好，你也很舒服。但是同样前面有一杯水，这水来讲呢，如果你掺杂了这个毒进去的话来讲那这就变成了毒害你身心的一个痛苦的这个毒药就像这样子的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说呢，我们观修本尊也是一样，也就是呢用我们的这个心来观修这个本尊，而本尊的本质来讲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菩提心也可以讲说所谓的这个二种的这个菩提心。那因此来讲呢，当你观心观修本尊的时候呢，那不是只有观修呢这个本尊的形体而已，而是观修呢这个本尊的这个慈心悲心这个菩提心。那你的心呢完完全全呢就转化成整个充满整个转化成为呢这个慈心跟悲心，那自然来讲呢你就就是与外在的这个所谓的五大结合来讲，就整个转化成为呢这净土的这个境界。所以呢本尊的观修来讲呢就是如此。你在大一当的啥我们的你在大啥他们就上京去这些托付了的。你在当的啥就是我的意思他那么的无功无过的。无功吧的当不上就给成功把这些当的啥我们身体啥的啥的大别的差多的啥去的大用的大去的啥用的。啥我们大的了同当上就成功就要过了。你那么的给你啥叫什么大娃哈过的呢那么个生的，那个生女的，生个女的就把人他妈个弄着，就把差点的，你说说我哈苦嘛啦？他妈的呢，他妈多把可爱呢，生个女就把了，那么个生的，三姐个生的，那个生，生几头就生的，三姐生女就把了，他的工人就把了也，你得了，那么这个差价就到哈苦的嘛，你那么的工人呢？啥家就没马戏呢？那么的光的呢？那么的现在就把钱了，这是啥家就没下光过嘞？因为那么的没光过嘞，还不错啊。所以呢，可以这样讲来讲呢，第一阶段初修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具备呢这个像具备慈心悲心的这个菩提心哦。那中间的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要这个观修本尊。然后呢，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要观修上师那如此就构成了所谓的五支大手印的这个前三个这个纲要前三个这个项目那呢，也就是呢，我们先就是也先以修持呢具足慈心悲心的这个菩提心来这个消除我执那更进一步来讲的话呢，更要呢这个修持本尊。那修持本尊的时候呢。就是呢，修道就是修持呢，我的心跟本尊无二无别，我的心就是本尊，本尊呢就是我的这个心来讲如此的来这个修持。然而来讲的话呢，这个更进一步来讲，如果想要叫证悟道来讲呢，这个更细微的这个圣意菩提心的时候那要如何呢？那就是来讲呢，要这个观修上师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像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证悟大手印的话呢，那就就是要所谓的观修当上师，借由上师的加持，让我们的内心当中呢产生了这个所谓的大手印的这个证件。那为什么观修上师来讲的话呢，能有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讲的这样的利益这样的效果呢？因为其实来讲呢，上师跟我们的心来讲，这个心的这个相续呢是这个一样的。就像众生跟佛的这个心的这个相续也是一样，那个比方像什么，像这个我们讲的项链也好，或念珠也好念珠上面的这个念珠来讲，看起来一颗一颗不一样，但是呢，它串起来来讲的话呢，那样的个相续来讲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心来讲，跟上师的心来讲，本来讲呢是这个无二无别的，本来就是相续的。
跟诸佛的相续是无二无别的。然而来讲的话，由于我们不能够证得这个所谓的本来的心性，也就是呢大手印的这个证见的这个缘故，所以说呢必须要借由观修圣这个上师修持，我们讲所谓的上师瑜伽呢，来证得呢这个我们讲的圣意菩提心，或者是又叫做所谓的大手印的这个证见那的这个方法在此，原理呢也是在此。但是人就不杀光过有物质，第三呢还讲从中立，圣经唐吉阳老上杀人就特别有了一次，刚才呢圣经唐吉圣的三界的圣的圣经一直挂一面，这些人没的三界中间这个圣经那么的三界人，我讲罗伯特没这样的，罗伯特嘛当地的民族圣经唐吉他当然三界的这哈搞出来了。我实际他们也也他们是那几类的，他上级五年买来的，因为他在牛毛买药的，他说，多少种不生熟茶，咱们这药的，熟茶他们先了，他说那个玩意都多咱们这叫啷个的，因为第很多的如果接着的，来的大宋他就生的，除了中药买来的，实际他们就是上级个生的药的，他说那个芝麻大的的，他说哦，他他绿巴拉的，后边绿起来的什么，我靠绿的。那个适当的插刀的那个可用的中药了，插上这个中药的，可是那的上村养不生的，等于养几万几大的，养几百家农药的，五年生几药嘛的，这个生几他们家拉光吃不了的，生几他们家拉个生药的，生几他们家大难着急，嗯。那再呢？回头讲到呢，观修本尊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有呢观修来讲练习说来讲我是本尊来讲，那这样子来说呢就是非常的有局限来讲这样来讲就不太圆满的那呢，我们应该来讲呢，在观修本尊的时候呢，不只是呢对自己的身心呢起本尊的净观，也要呢对所有一切的这个众生来讲，也起呢他们都是本尊的净观。观修呢，一切的众生都是本尊。那这个道理，这个原因何在呢？也就是呢，所有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心来讲，跟一切的众生的心跟一样的。那一切的众生的心跟诸佛的心来讲，都是一样的。现在相续来讲，都是一如的，都是这个相同的。但是呢，一切的众生为什么现在只是众生？那就是因为来讲，像我们这个佛经上提到的，一切的这个众生来讲呢，本具的如来的智慧德相只因呢这个怎么讲无明的盖障的缘故，所以一时遮障不能够这个显现出呢这个本来。也意思就是说呢，众生本来就具有这个如来藏，本来就具有这个佛性只是现在因为呢这个我们讲的烦恼无明的这个遮盖，所以。他现在这个佛性没有办法显现出来，所以叫做这个众生。然后处于众生的这个阶段当中来讲呢，然后呢感受到是各式各样的这些的像如梦如幻的这个痛苦。然而无论如何来讲，一切的众生再怎么样来讲，他的本尊他的本质呢就是这个佛。所以一切的众生只要当下来讲，在一刹那之间，他能够净除所有内心的这些的无明烦恼来讲。当台下他就是佛，佛也就是这个而已没有其他。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像你现在如果看到前面有一只这个蝎子你就觉得说非常的害怕非常的这个恐怖来讲。但是仔细想想来讲，这个让你觉得说害怕恐怖甚至厌恶的这个蝎子好了，为什么他事实上他的心跟我们一样来讲都是有心的都有这个佛性啊。那现在是为什么它会变成蝎子？就是因为它曾经所造下的这个业，还有它的这个嗔恨心的缘故。因为嗔恨心跟业来讲，使它的这个身体呢形成为它的形象来讲呢，这个形成为这个蝎子的这个形象。但是它的心来讲呢，是这个它的心还是心啊，它的佛性还是在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这只蝎子当它的业力转变的。来的时候来讲那呢他就呢又投胎到其他道去了，他又成为其他众生了。所以说呢，只是他的业力的转变，他的烦恼的转变造成他不同的形体，
但是他那个佛性的这个本质来讲啊，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啊静观说来讲啊，所有一切的这个众生本质来讲呢，就是这个佛陀，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讲，来观想来呢，这个静观修持所有的一切的众生呢，啊就是本尊。所以就像刚刚讲的啊，这个只要呢，我们跟所有一切的众生内心里面呢，这个像冰块一样的这个我执，只要它这个融化了，那呢，就像来讲，冰块呢融化了，冰块是不见了，可是呢，它不是整个不见，它是变成水了。所以众生的这个啊心来讲呢，它的凡夫心消失了呢，就变什么呢？就变成了这个佛心。所以一切的众生来讲也是这样子，我们应当如此的来静观，所有一切的众生为本尊。